打永恩可以会心的，看到我的贱人了吗？玩无脑的是吧？这么想杀我？ 别！兵太多了。 太多了，都已经来了，杀了就行，这样很危险的。因为我没看到努努的位置，这不能说你结果是好的就可以。容易心有余悸，知道吧？这东西就像是拿身家性命去赌某件事，虽然赌赢了，但是万一输了怎么办呢？这也是考虑啊。 打永恩带彗星好用的是吗？梁羽敷衍，发来价值10余次高能弹幕，主包主包，对现永恩四星虫还是黑切还是冰雹？还有如何看待这把螳螂？如何看待这把螳螂？没什么，螳螂他不懂兵线的，出星虫还是黑切，肯定出星虫。 打永恩肯定先星虫，我直接买巨石短臂，等一下就有 CD 是的。杀戮是我的手段。
可惜，来报仇了，还是需要 CD 血 ，CD 好慢。四百五，买谁？哎，你不走啊？啥意思啊？现在复活时间比以前快，你不知道吗？这个上单好像不太知道这个时间呢。雪人又要来了，带火的坏处。回这么多血，还回来干嘛？我操！这雪人回这么多血啊！他这一刻，你死的好蠢，好记仇似的。梁羽胡烟发来价值10鱼翅高能弹幕，这线上单杀犹如天上降魔组，真是人间太平。从未如此美妙的开局。什么意思？你这个如此美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不太懂。没办法打呀，闪现加贴还可以接受，又是450。啊！你这个旋风放的是啥意思？昨天测试电刑怎么样？不行，值得用的就是这个彗星会好一点。吃蛀虫没事，你查也是不行。
彗星就是强。不要怕攻击力不够啊，那个猛男冲击可以给他补，打永恩四下彗星啊，你就耗他就行了，不要急，慢慢打慢慢打，能一套秒的时候你就上。其实征服者你叠满他才有用，但是问题是你叠满了，你跟永恩打有个问题，你叠满了他的致命节奏也叠满了，那他致命节奏叠满了，那他致命值都叠满了，那问题就大了。能明白我意思吗？你征服者叠满，他致命值都也叠满。我还想要他身上的红，他雪球刚推完没雪球，走喽！长剑王，长剑王怎么说？长剑王，那技能英雄好打什么英雄？你不要跟他刚就行，永恩是刚不过。我发现了，刚得过你就征服者，刚不过你就彗星。OK， O 不 OK？ OK。原子弹啊！我说怎么可能有人减速？那炸了我这么多血，确实比征服者好用太多，是吧？击掌，嗯，击掌。彗星剑魔确实是这样。你看永恩你打不了，鳄鱼你打不了，很多有些英雄他就是正面，你根本叠满征服者你也打不过的，懂吧？哎呀，主播的游戏思维还是可以，但是我再说一次啊，我可不是什么彗星剑魔创始人，只是这个符文很早就有人带，哥们只是试着把它常态化，看看能不能变成一种选择。You know what I'm saying? You know what I'm saying? 我估计他又没看前面，我两件一件都没有。废物永远是废物，你站不起来。怎么不理我？怎么不理你？你说了啥？你说了啥？你说了啥妞？没有不理你。而且你要是没有阵容的，没有那种控制阵容的话，或者相对比较少，我们带出猛男冲击加眼球收集器，加18攻击力，两把长剑。
主要征服者你叠起来，就是你用这个判断啊，如果你打某个英雄，你征服者的数值如果叠起来不如对面，那就不要带。如果你叠起来数值是可以拿捏对面的，那你就带。你说啥？明宝怎么不理我？怎么就 OK？ 你要不去更新一下？没有不理你啊。双攻速怎么办？我带了一个小攻速啊。他说的双剑皇。Hello。我操！直接闪。眼球前提你能杀人，不用杀人那你叠起来就行了。带着就是相当于给你养老保险，懂不懂？你迟早会叠满，一把长剑350，你自己算吧，350除以10，35金币买一点攻击力，你再用35乘以18，那相当于快700了，对吧？自行打诺手也可以，其实。什么东西？我操！这个伤害顶级。哎，要输了！中路怎么死了8次呢？怎么玩着玩着队友就要输了？坏了，我队友要被杀得落荒而逃了。彗星还想带坚定精密的精翼不倒，那你还不如带致命一击算了。这假的，我操！11级他妈伤害这么屌，没韧性吗？也不是韧性吧，对面伤害太高了。看到我 TP 了吗？有没有发现少了一个小兵？他为什么有赏金呢？你们难道没有发现我这个先手伤害很高吗？因为猛男冲击加这个给你的伤害特别高，脆是肯定脆的，但是鱼熊掌不可兼得。破碎反正就我跟螳螂比较肥了，拿那个符文吗？如果是对线真的很毫无压力没控制，你就征服者加猛男冲击跟眼球啊，这么点是最暴力的，就相当于就给了你一个后期成长的属性，你懂吗？打两个闪，还带啊？不过我有可能打不过他的。操！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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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件打不过两件，
太狠了呀，奶奶，奶奶怎么那么狠呢？喂，这都不用怕，奶奶这么狠，女诺手，哎呦，螳螂，可以。快！杰士怎么又死了？他怎么死的？被动叠满就 A 就完了。剑魔很怕这种 A 的英雄，有征服者也打不过了。其实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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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全死完了，尝尝我的力呀！太肉了，五百，太肉了，不过还行，又杀了个勇人，瞬间发育，是。彗星加启迪星界东西结鞋子可以吗？不太行啊，那个是发育符文。剑魔还是带打线的符文强一点。发育符文，除非你本身你已经够强了，你才可以带，因为没威胁。带鞋子没啥用了。你这鞋子真不如带这两个，你能带鞋子，你真不如带这猛男冲击加这个。好吧，九点穿甲，七点法穿，法穿是 W 跟被动都能够收益的。这真不如这么带的，满级了。反正你看我现在我基本打永恩我都带彗星。这游戏很多时候你前期有优势，后面就能有很多说法，但是你要是前期没优势，后期说法也不一定多。哇操！这刀妹就摁 AAAA， 站着 A 了我3000，刀妹我操！
这不很完美的赢。哎呦，我杀你！还是上路了，插个眼。结束了，已经结束了，站住！这太屌了，我操！他 A 能 A 我三千多，我站着不动，太夸张了！我擦！我擦！嗯，拿下！怎么说啊？这一首彗星打永恩学到了没有？学到就赶快点个关注。如果你学了，偷偷拿去玩，还不点关注，你睡一次觉尿一次床，好吧？不管你多少岁，好吧？你坐地铁也尿床，我告诉你。